主席柯文哲涉及金华城弊案遭羁押，九日刚声明不提抗告，愿配合检方调查。台北地检署在柯文哲遭羁押六天后，火速于10日下午首度提讯柯文哲，囚车约中午1时许抵达北检。柯文哲双手上铐，改戴黑框眼镜，身穿黄色短球服、深蓝色短裤及蓝白拖布下囚车，面对大门外媒体喊话均未回应。你只有收1500万吗？有时候沈主席500万吗？柯主席不提抗告这件事情，也是全党算是共识吗？是这过程中的转折，是他个人意愿，还是说其实大家也是赞同的？事实上这，后续的程序都是他跟律师讨论得来的。那前面的时候，我们的确很明确的知道，主席他认为呢，现在这个检方新政已成，不管他们提供什么样的证据资料哦，都是要入他于罪，不管是要把他羁押，或者是后续要起诉，这一切的这个套路都已经非常明显了，包含有利的证据，他们全部都不采信。那么如果提出抗告，是不是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我想主席可能会从这个方向来做一些策略性的思考，同时也希望能够诉诸民众，仔细的放大检视司法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有公平、公正、公开的审理，或者是违反了很多应该司法必须要有的要件，例如侦查不公开的原则、片面的放消息入他于罪。那么就算他提了抗告，又真能改变这样的现实吗？我想这可能是他在整体的诉讼策略当中做的一个考量。我们看检说什么，他现在是质疑说不提抗告是因为担心记载秘密账册被证实。检书培议员有很多很多的臆测，我们没有办法针对他每个臆测来做回答。我想柯主席他有自己的想法，昨天也透过律师发表的声明说得很清楚了。除了许许多多的媒体人跟我们站在一起之外，我现在手上有一封文字稿，来自立法委员徐巧芯，他希望我站在这里把这封文字稿念出来，告诉他，告诉大家他的心情，还有他站在这里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徐巧芯说，跟对外放话不实消息的检调司法以及特定带风向扭曲的媒体作战，是一条很漫长也很痛苦，经常带着愤慨却无能为力的路。我曾经经历过，无论是当时担任马英九前总统的发言人，或者我自己遇到周刊利用时间差扭曲事实，受害者繁多，我自己也是其一。但我知道，今天不说话，明天又会有更多的受害者。我们都期待司法是公正的，但曾几何时，侦查不公开已经变成侦查大公开，而且还扭曲向特定媒体不实的乱公开。虽然这想法已经过于天真，但仍然期待司法勿枉勿纵，给社会大众一个真相。在这条持续到现在以及可见的未来，被扭曲给特定媒体放话，进而不断出现错误爆料，乃至于遭受侧翼极尽所能的霸凌，民众党以及支持者的路上，请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只有让自己活得更好，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报复。以过来人的身份，我鼓励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活得好好的，才有力气面对接下来的挑战。至于我们会在国会继续监督奋战，团结一致面对执政巨兽，尽可能还给台湾一个公平的司法与政治环境。徐巧芯，2024年9月8号。巧芯委员的文字，为的不只是柯文哲、民众党，而是他不希望有任何台湾人遭受到这样子的对待。所以今天晚上不分党派、不分族群，我们一起站出来，为了公平的司法。当然，为了台湾的司法正义，我们不分南北，所有北中南的好朋友今天晚上都集结在这里，就是希望绿色恐怖不要让台湾的民主退步。刚刚提到那个国民党的事情，我要先谢谢这段时间国民党很多为了整个社会公平正义，他们都出来帮我们发声。
哦，你像罗志强、谢龙介、徐巧芯，很多的立法委员，事实上你可以啊谁？王宏威。王宏威，太多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跟他们的党公职都有出来讲话，我们要非常谢谢他，包括他们党主席朱立伦，他也认为程序是要正义的，司法是要公平的。但有少数像钟小平，他造谣，我们已经按年控告他了。好，如果再有谣言了，我们一样是告。那第二个讲到人数，刚刚我们的党部有提，昨天光是前一个小时开放的时候，就有好几个千人上千人上去报名了，所以可以预期晚上人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也准备了肥皂箱，就是我们的活动在六点半开始之前，对不对？我们一个站立的肥皂箱，我们的小草支持群众就会上去，可以上去线上去讲话。那今天我们要强调，今天我们是怒火的第一站，第一站启动完之后，我们就遍地开花了。我们全国动员，党公职包括我们的党代表，全部有说明会，有接讲，然后各地的客厅会全部启动。谢谢。你这个帮我讲一下吗？谢谢等一下，陈佩斯会过来看那个柯文哲吗？谢谢，谢谢。会看到吗？来律师还会来律检吗？我们会再安排，谢谢，谢谢。会再安排律检，律检，对，谢谢。那会今天有弹性看到吗？哎，谢谢，谢谢。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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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好，谢谢，谢谢，谢谢。我并不就解释说是因为我们党员，我们是怕反常，不敢太过于表态，太过。那王定宇是我们。怎么样，他是我们的幕僚军师，我觉得王定宇自己在那边胡说八道就不用理他了哈。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阵子确实大家也谈论了很多有关于在柯文哲的这个司法追诉案件里面所显示出来我们的司法不公，还有我们侦查不公开啊。那么甚至呢配合媒体来带风向放风声，甚至放错误的风声，我觉得这些有关于就是这些司法的过程程序里面不公不义的地方，本来就应该被检讨，本来就应该被批评，本来就应该被改进啊。那我说，所以我想这一阵子如果是我们国民党籍的立委啦，或者我们主席谈到的，也都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因为不管是柯P或者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接受司法的公平待遇，而不是因为他今天是在野党，或者他今天是金上想要整肃的对象，然后就可以放任这样子媒体名嘴，甚至司法内部里面大家联手起来恶整啊，这一点是我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那至于昨天的就是民众党的集结，那么因为这两天确实很多很多的中秋活动，我想尤其我们的区立委在这个中秋节日比较重要的这个节日，我们恐怕应该大家还是忙于跑行程。但是就是相关的，我们刚刚在讲司法的公平正义以及程序上的正义啊，这一点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追究，我们也继续的会去检讨哦，并不像王定宇所讲的。所以我倒想访问王定宇，你身为立法委员，你身为民意代表，你面对这样的司法不公不义带风向，然后违反侦查不公开，你有在监督吗？你跑来监督在野党的立委，你来监督国民党立委，来监督民众党的立委，你适合吗？你合格吗？我觉得王定宇事实上作为一个资深立委，不要一直秀下限。